们住宿组的目标总共有两点，第一点要来要能接待200位弟兄姊妹，将组组扩大我们的度量，叫我们无论是简单的50人、60人的小的接待服侍，甚至是100位、200位的接待服侍，我们都要向主说没有问题。那我们可以读我们的第二点，为使弟兄姊妹都有相调，要来新生命之旅，要办各学区彼此接待相调。新生命之旅前，我们可以办一个就是弟兄之家可以互助，比如说就是东区的就跟西区的就是交换住，比如说一半的人就是一半的人留守就是在自己家里当做接待人的，就是要接待人，然后一半的人就出去，然后就是去当上的人来接待。东区跟西区可能交换，或者北区跟南区交换。宣读铁前三章八节，因为